今天我做了烧烤味的千层饼，柔软多层，操作又简单，有着浓浓的烧烤味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一起来做吧。300克面粉中加3克酵母，3克白糖，温水160克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辣味烧烤料2勺，面粉1勺，适量的咸盐，少量的陈醋增香，浇上热油，调成油酥。和好的面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饼，把油酥涂抹均匀，如视频的手法切开，再像叠被子一样一层一层叠起来，最后边缘捏紧，擀面杖横竖擀两下，再擀成厚一点的饼，表皮刷一层水，再撒上芝麻，再擀两下，芝麻就不容易脱落了。醒发10分钟后冷水下锅，水开计时蒸30分钟，再焖5分钟。喜欢吃表皮酥脆的，也可以用平底锅再煎一下，柔软多层，有着浓浓的烧烤味，学会了吗？我是英子，明天见。